谢谢。来来来，帅哥，多谢我董事长啦，多谢你足有爱心的来谢大家。哎，我含你去听好无？我给你站起来哦。协益基金会董事长侯胜茂特别来感谢这些年在过年期间来捐血站做公益的好朋友，为他们的公益行为来按赞，让社会更温暖。今天非常高兴啊，我这个年假的第一站哦，就到基隆地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来这边感谢我们的同仁，更感激我们的捐血人哦，他们在用年假的第一天呢，就能够踊跃出来捐血。来帮忙全国的这个民众，是值得是我们感激的事情啊！这些真的就是护国菩萨哦，有一个最好的是善良的心，我们应该感激他，谢谢他们，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我想我们董事长，坐下坐下，你最有爱心，新年好。等一下，董事长，我们站这边比较好拍，好，谢谢。好，我给你站着。先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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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拢迄个，恁太太有来无？伫恁厝诶。拜托，一个互恁太太。好啦，这个，恁头家。哈哈。头家，你开车。来，恁头家。来来来来来，多谢多谢多谢。这毛万生啊，捐血钢铁人。协助这个社福单位吼，办这个捐血活动。有137场啦，啊，募集这个会吼，有1000万外的迄个 CC 啦，吼，啊，迄个器官捐赠所是甲别人去这个长庚合作，到目前吼已经有407个吼来响应这个救义的活动，啊，正义家族吼。大家拢是足努力来推动这个哦捐血活动，和一寡尤其这个过年哦，这血是来欠真济啦。希望各位吼，这热血人也有迄个来响应这个来哦，努力来家人捐血站无休困啦，来家人捐血站捐血。除夕夜啊，一年的最后一天，可以就是用那个捐血来做一个记录，我觉得超级光荣的啊！而且啊，刚刚啊那个捐血协会的董事长还有来这里发红包，我还领到了红包，我觉得啊，我明年一定会鸿运当头。我已经捐了1111次了，已经。达标了，不能捐了啊！我超过70岁了。对，捐血站这里等于很有感情的 就是有空的话，我都会来这里帮忙一下，当个助攻啊，那需要什么帮忙的，帮忙一下而已啦。协益基金会董事长也特别提到，过年期间因为大家都休息，比较少人捐血。但是缺血的状况并没有暂停，所以他特别感谢这些有爱心的朋友过年期间来做公益。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